今世灾难已临头，人的醒悟还没有开头。真正的，我们要如何才能让这一波的疫情就持平与降下？唯有呢，快快再接，别无他法。那今天中午，我们现在要宣布一例哈确诊哈新的确诊案例哈。2020年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，似曾相识的画面也曾出现在17年前。2003年 SARS 疫情传播，同样引发社会恐慌。当时上人就已经呼吁众人如素斋戒。还记得吗？2003年那一年的 SARS， 不也都是很紧张吗？那个时候，我们呢也在推动茹素，这种斋戒茹素，这才是真的根本，能预防，因为病从口入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在这一波啦，人人应该要醒悟的时刻，也可以呢，借重这一波的醒悟，就赶快重塑。2003年 SARS 风暴，慈济基金会推动同心共济米灾疫五月斋戒月运动，向社会大众呼吁斋戒如素。隔年禽流感病毒肆虐，更全面推动新时代新主张，捍卫健康的新素食仪。而今冠状病毒卷土重来，危害人类生命财产的程度更甚以往，因此上人在新冠肺炎爆发后就不断苦口婆心地劝勉众人如素。唯有觉悟这一念心，食品用品来改变一下，是否对我们的身心改善啊，会帮助很大。茹素的人，这个脾气啦，就会比较单纯；茹素的人呢，也比较不会有怒气，比较较袂发脾气啦。这是茹素的人，性子会比较温和。让人与人之间啊，也会更和睦，社会更祥和，对家庭更好，更有幸福的，还是要很尊重的，跟大家互相勉励，今世灾难已开头了，但是呢，警示的觉悟还没有抬头，还是呢，接着在，还是在造业，这是更担心的一件事。现在呢，病毒啦，已经传遍了，有斋戒，有茹素，才能真正的提高警觉。防护彼此间的感染，这总是保护健康平安。
要全面的推动，不是加贵也加贵也，是要全面的。因为我们假如斋戒如数，时时天天大家会提高警觉，这叫做虔诚，这就是虔诚，那就是爱的能量。其实多年来，慈济志工一直持续在社区推广素食，而早在2009年，因为上人一句话，慈青们也开启了劝素行动。慈青啊，慈青日的圆圆啊，我去参加，为他们祝福，同时也为他们叮咛。结束以后，我要出来的时候啊，他们都是同生的这样的呼唤的。敬请师公保重身体，常住世间。我听到了这样的话，我就回过头来，轻轻的一句话：你要我身体健康，常住世间，唯有你们素食。就这样的轻轻的一句话哦。我贴心的孩子啊，慈青啊，大家就开始推动。只是这样的轻轻的一句话，他们呢已经听入心坎里去了哦。2009年的全球慈青日，商人在圆圆开市时，还分享了自己参观牧场的感受，以及希望人人如素的心愿。有一次，我到了一个农场，就是养牛的农场，看到了他们养牛啊，在挤牛乳哦。那看到了真的好心不忍啊，所以我就很不要去喝牛奶。因为呢，一只一只牛都是一个格子格子啊，这一只牛只能呢站着，停停站着，就是空间只有这么一点呐、啊，真的实在感觉到很不忍心啊。提供给人类的牛奶，到了老了，就是被杀了几十年来。在佛教，我一直都一个心愿，希望人人呢能培养慈悲心，不忍吃众生肉。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慈青在分享啊，不小心啊脚踏到了，踩到了一只蜗牛，实在是很不忍心啊。国外的曾经也有开车啊撞到了袋鼠啊，也是呢很不忍心，很懊悔啊，这都是无意中的。可是我吃肉呢是有意的哦，你不吃他不杀，他不杀他就不养，所以呢不会养那么多的牲畜，那很自然呐、啊。我们的空气呀、啊、大地呀、啊，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污染呐、啊。十大清闲千万数，减少百万 CO2。2010年4月，台湾慈青发起“时代青年千万数，减少百万 CO2 的活动。这一年是世界地球日40周年，也是慈济环保20年，因此全球慈青群起响应，因应各地风俗民情，设计出各种鼓励如素的活动，要吃素护生，减碳救地球。
现在的地球，现在的气候，这样的危机重重，都是众生共业啊。所以孩子们听进去啊，他深信的正法，佛法乃是呢人世间的生活正确的方向，它是非常的科学，也是非常有哲学的，还是呢也很生理学，也是心理学，这佛法呢非常的正确人生啊。所以慈亲们有智慧，他信受奉行，所以呢落实在这，这都是呢有科学根据素食与环保呢，是现在我们不能等的啦。总而言之呢，这都是好青年，也是人间的青年菩萨，真的很令人感动啊，也让我感觉到未来地球还有希望呢。素素食一一一。慈济于2015年参与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，隔年发起一一一世界蔬醒日运动，邀约与会者响应一个人一天素，一起爱地球，进而扩展到每一人每一天每一餐都能素食。只是全球蔬食人口虽有成长，仍大大少于荤食者。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8年的统计，全球每秒有2443只动物被宰杀，等同一天有2亿1000多万的生灵被宰，也就是说一年多达770亿的动物因为人类的口欲而送命。人类总是呢，真的哦，说来好累啦，真的哦，干那一天的素食都像你不简单啦，啊，要讲哦，叫人，安尼，每日每个人每一天每一顿拢是素食哦，谈何容易呀？我的要求吼，我是要求到讲吼，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顿，安尼是几天啊？一辈子哦，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餐哦，那一旦安尼啦，这我们的地球就会降温啦。这极端的气候呢，就会平衡啦，就不会呢天灾那么多啦。人人假如能如素啦，那就没有人祸了啦。澳洲自2019年9月开始，因为气候炎热干燥，导致多地出现山林火灾，大火延烧长达4个多月。2020年3月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，失控的疫情掀起了另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。佛陀呢，甲地主安尼讲哦，讲将患难呐，众生将来爱患一灾难，那就是到个迄个时，总是恶鬼独行，这你看不到摸不着的这种的灾情呐、四散呐，会不断的角落呐发生起来，那也会有灾祸蔓延，
那个灾难性的火也不断不断的蔓延呐、啊，延续下去，人就是扑灭不了它。这时候，佛陀两千多年前啊所讲的话，而且他还说，众苦处地啦，常常不转，真多的苦，真多的灾情，会不断不断啊，继续安尼延续落去。这就是《法华经》毗卢毗尼啊所讲的话，佛陀所说法，他说的话，那应对到现在，其实都是呢真温和，所以咱爱相信佛所讲的教法啊。在这个时候，那就是作世法王无明多啦，着世法已经在末端啦，众生呢无明很多，因为人啊法听来有听啊听啊，有没有放在心里呢？啊，想到啊啦，啊，有做到无？啊，无用啦，袂记哩啦，即摆有想到啦，啊，做无到啦。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，在这个时候，作死啦，在这已经呢。五浊恶世这个时，人的心啊，已经浊掉了啦，法无提来用啦，所以满心都是烦恼，整个头壳底拢是烦恼啦，都是无明啊，这种烦恼，贪嗔痴。所以众生过重，这过为真当啊，因为安尼会灾难偏多，灾难就会很多哦。在新型冠状病毒造成人类恐慌不安的期间，上人建议不如转个念头，那就是自我反省，提升心中善念，而这个善念，那就是斋戒。戒就是戒杀生，我们呢，好好的如数，人人发出虔诚的心，用虔诚无私的爱呀、啊，共振上达诸佛菩萨、诸天庭啊，表达我们的诚恳，为这一波的疫情来虔诚祈祷，用爱呢消弭了疫情的灾难。唯有爱才能消弭灾难，所以人人提起爱心，戒杀从树，这表达那的虔诚。这些现在呢，就是及时需要的，所以请大家也要发起了大慈悲心，为了这一波的疫情虔诚祈祷。素食一三五，素食一三五，因应疫情，
慈济集结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影片，祈求2020让爱苏醒。我要为那些不得人祈福，我用生生世世吃素来祈福，2020让爱苏醒。欢迎大家一起吃素、劝素、爱地球、加速行动。亲爱的医护人员，你们辛苦了，感谢你们一切的付出。我愿一周一蔬食为你们加油打气。我是逸轩，我在台北。2020，让爱苏醒。921那个时候，我说悲戚无言，看到安尼啦，灾情发生啦，迄种诶人伤我痛，悲戚无言，迄当阵伫台中讲诶话。现在呢，我是忧戚难言，不只是毋是无言，真想要讲诶话，无法度讲，真的是很心疼，很忧心，这就是这一波啦。唯有负义人人，一定要持斋戒啦，正心念啦，不持斋戒，不正信念啦，那不知道要拖延多久，不断上升。在这个大空间里啦，不是跟他讲哦，去庙的拜拜，是大家人起义行动，求佛、求神呐、啊，不如呢佛心求己，求己行佛心，这种为心为己心呐、啊，不忍众生受苦难。大家提起虔诚，为天下祈求平安。唯一表达的是虔诚，虔诚的表达，那就是持斋戒，这就是行动。所以低信行，这个时候正是要表达身体力行的时刻，请大家时时要多用心啊。